ของเข้าไปใช้ถึงแล้วก็สองแล้วอีกองจะไปถึง第一又見到啦，琴日下晝，係啦，咁即係阿琪咧，本身其實同我調咧，係因為佢嗰個 CT 學生咧，禮拜一上去喺亞灣度做曬成，所以佢要照顧佢。後來嗰學生話要考試，叫做改禮拜二，所以佢就同我高調咯。所以我同佢都去照顧。